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位于成都东部新区三岔镇机场南线的灵栖公园，而位于灵栖公园中心的全金属架构飞廊则是公园最标志性建筑。建筑表面的铺材选用了丝围制 T 型25253铝格栅材料制作成，由于考虑到了高跟鞋的卡跟问题，同时保证了缝隙的排水性，它表面间隙仅有5毫米。表面的安装方式采用了大垫片加燕尾丝的安装方式，其特征则是安装特别快捷，整体都非常有规律，这在 T-bar 上也是成功的案例。建筑整体是盘旋性的设计，有点像蜗牛的造型，整体坡度是 5.5， 让人走上去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大的压力，可以比较舒适的爬上去。公园背靠三岔地铁站，当你沿着三岔地铁站外的灵栖公园的步道往前走，鲜花绿植随处可见，让你仿佛置身于莫奈的花园。向远处望去，城市和绿色交织在一起，在这里的每一处细节都能让你感受到这座公园城市的用心。